别人有可能坐牢，但走停哥不会。我相信走停哥，我也相信走停哥。记者这个位置，我觉得很容易啊出节奏。好，既然你们都相信的话，那我就不相信。哎，你不相信，你就非得跟我们反着来。对，我要反压，别墅靠海。嗯，你因为你不了解走停哥。啊？不抓记者吗？哎，我感觉这记者这个位置好像。他会不会想要平地过去把这两把那个火灾调查员的球给踹了？话剧了，还是要过去？还是找记者。找记者这边就骗个小二飞，然后起一刀。因为现在飞轮没好的，这个点位的话，记者这两块板子真的不一定玩得过。想骗，想骗，哎，但是捏得很紧。那我过来了，那我过来了。哎呦，看来奥飞卡板了。这个位置。飞轮还有十秒钟，飞轮还有十秒钟。他想。哎呀，这个好像骗下，有没有骗下来？没骗下来。奥飞结束了没有？好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哎，一飞轮，哎呀，刚好这个飞轮，厉害厉害，哇，差0.5秒都不行。对，哇，这一波打中了，走停哥接个闪现直接带走，节奏起飞的，两边都好极限啊，好不好看？好看，这就是我们夜宵杯的含金量。哇，差点撞上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哇，这巨人晕车了，晕车，晕车了。我感觉都要撞上那个奥飞了，但是就是没撞上。嗯，野猪来了，野人来了，野人来了，野人来打一刀刷存在感了，送存在感了。对，可以的，你来嘛，我反正只要拉，直接聚了，交闪现吗？哦，他直接把这个人给聚了，再交闪现带走。有二阶了，哎，漂亮，果断。哎，等会，谁漂亮？打到奥飞了，打到我闪现了。哎呀，我天，我以为。但是他没飞轮的，哎呦，这边这火灾来封路了，老火来了，老火来了，哎呦，哎呦，没事没事没事，记者该倒还得倒，密码机也就三台。大帅，我知道你刚才想夸记者，谢谢你帮我圆了这啊！我的妈呀，这记者真有实力吧？太好有，这记者很有实力啊！左天哥这边抓野人了。哎呦，飞轮！人还有飞轮，野人再掏个飞轮出来。哎呦，这怎么？野猪要上猪了呀，五秒钟猪了呀。应该，嗯，他翻过去没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，稳住！我相信走停哥。我有点不相信了。你有点不相信了，让我盘一盘，让我盘一盘。我也动摇了。嗯，这边首先能不能找到这个记者？小说家打不了呀！哎呦，这小说家 S 一小说家打不了呀！现在小说家，动谁都可以，现在动不了这个小说家。那下把我要搬了，要搬了，可以的，现在可以搬了。这个记者摸好了，还有个香水。哎呦，他这小说怎么吸这么快呀？全程回头的含金量啊！看一下小说家，看一下小说家视角。野人这边状态补好了，能套搏命了。电机没咋动啊。嗯，主要他现在手里没有人儿。挂控场不好控。那边在补状态。这记者状态补好，手里边有香水，他手里还有个飞轮，那就很强了。全是飞轮，四个飞轮。哎，还来还好，但是这边有飞轮。哎，香水，香水。哎呦，厉害厉害！这边六个推进器还真不一定。这就是被针对的感觉吗，大帅？对对对对对，小丑和杰克是我们夜宵杯打到现在来看下来是最难打的两个角色，因为太容易被针对了。你应该说夜宵翻倍，这样就有动力了，大帅。好，这把走停哥如果说能保平，我给一整份夜宵。走停哥能多抓，我给两份夜宵。走停哥四抓，我给四份夜宵，好不好？三抓我给两份，四抓了我给四份。你是知道明明四抓不了才这么？那不是的，我相信走停哥，我相信走停哥。你越说相信我越不相信啊，大帅。哎呀，还差一点点其实了，我你们现在不知道，我现在摸着自己的脸，我有种红温的感觉。我其实之前一直不知道红温是什么感觉，我今没有
了，他满血啊，他残血满血，我想不起来，满的满的，这也送，没有吧？走天哥挂不了人，挂人又外面有个薄命，有家室吗？哎，有哎有个地下室，但能挂得上吗？能挂得上。挂不挂也得挂呀、挂上但有薄命啊，没一刀啊，这把赌个正色，赌个正色，好，来赌个锯子正色，然后平 A 压到天上，直接两击，哎，不给你玩了，哎呦，一点委屈受不了啊，这直接两击不做人了，直接两击，哎呦，野人骑着猪直接两击。妈呀，太绝了，太绝了，夜宵没有了，两分，我还说能拼个正色的，这根本不给你拼的机会好吧，哇，这个亮机亮的绝啊，直接亮了，原地罚站，这一局就是那个飞轮和闪现，这把记者 MVP， 我觉得是这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你知道吗？大帅，什么问题？是你开局说这把赢了，这把赢了，就是大帅的责任了。